夏日限定版的告白，你总怀疑我的心里是不是为超载，脱口而出有你的话不知道是被谁教坏，在我身边你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我是加拿美出的老家梅子，我们把三月份上半个月的一些成功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先看到的是我们两个客户在二月底递交的加拿大网上递交的工签申请，然后这个是客户的美国 I-140 移民的获批，这是第二个客户美国 I-140 移民的签证的获批。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两个客户劳工卡，美国移民的劳工卡申请的递交，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有了美国移民的优先日。希望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化成最后的成功的果实，加拿美会在路上一直陪伴您，直到您成功。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Don't you come back.